好，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，就是你如果要用引言的话，怎么做？在24页这边呢，这里有一个，有没有？新增引用文字。好，你可以斜线，然后打一个 Q 就可以找到，或者你用双引号也可以，或者是这个符号。诶，那我就要问一下同学喽，请问这个符号要怎么打？这个。这个符号要怎么打？在那个 Enter 的上面有没有？Enter 的上面那里，好，就有这个符号。所以你要比较简单，就是用双，那个叫做双引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都可以。好，有，对对对，白白讲对了哦。哎，这个要不要加 Shift？我们如果是上面的，因为它下面还有一个那个反斜线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它是上面的，就要再加 Shift 哦。好，跟我们用那个毛毛虫有没有？左上角 Escape 下面那个毛毛虫一样，所以你要加一个 Escape，那个 Shift 才会成功哦。来，你看我在这边，如果说哈，你是完全没有的，我就打一个，有没有？跑出来的，按一下空白，哎，它有没有变粗了？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内容放进去。那当然，你也可以刚刚讲的，我按这个叫做双引号，有没有一样？也可以。好，打完了，按个空白键，它就产生出来。你也可以按右键，按一下 Q，哎，找到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些方法通通都可以，就看你想要怎么用。好，那我把这个内容拿进来。放进来，哎，这样是不是就有了？再看一下哦，哈，你如果产生好的，我就可以把我的内容把它丢进去。那当然，它本身因为就有一个嘛，哈，我们刚刚就有一个，就这个不要，你就把它清掉，这样是就变引言了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，好，所以我们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就把这个格式把它学起来。好，那如果你到这里之后就不用了，你就兜兜。啊，没有，你就按倒退键，哦，键盘上的倒退键就清除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增加出来之后，你再去做其他的这个格式的使用，这样子，OK，好好，这是我们顺便补充一下的。来，那刚刚呢，我们在30页任务二这里用的是 trip everywhere，可是呢，今天虽然你可以用网页，可是影片怎么办？影片怎么办？影片的话就比较抱歉哦，你问他影片没有用哎，真的吗？我们来试看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这里，好吧，反正我们这里有一个哈，我就分享，然后我就把这个网址把它复制起来。现在呢，我先带大家好。哈。来，你来看一下喽。好，像我在这边，我来问他，请他帮我摘要哈。哎，对的哈，如果我们在使用这个 ChatGPT 的过程里面呢，各位你在用的时候，万一它中间断掉了，你可以告诉他请继续就好哦，因为流量大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状况。好，好，那我现在一样，请你帮我摘要以下 YouTube 影片的重点。好，那我就把影片给他哦。我们来看看他给你什么回答，好吧？这样了解了吗？因为他没办法直接看影片，所以他也没办法直接。那个，比如说音乐的部分啊，他也没办法哈，或者是你丢一个档案给他，他也看不懂，那这个时候就不行了，我们就只好回归到那个 ChatGPT 去哈，这样了解了吧？来，那我们真的要麻烦大家找到本尊 ChatGPT 咯，所以你直接找 Chat。GPT，好吧，来，点一下，
从这边进来。好，一样，网址我把它贴在留言板。好，各位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画面好像曾经用过？但是跟我们刚刚的 Chat AI 又有一点不一样，一小点。第一个没有中文，我先问一下线上的同学，有没有人还没有 ChatGPT 的账号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是还没有这个账号的？还没有申请过的？好，如果你还没有申请，你当然进不到这个画面，你就需要去注册，但是比较重要是他会做手机的认证。好，所以国外原本也有很多那种就是收简讯的手机号码，结果后来我去试都发现都不能用了，为什么？都被大家拿去注册 ChatGPT 了，很可怕哦。那些免费的手机号码都被用走了，有没有同学你没有的？那现场的同学都有的哦，是吗？如果你有 ChatGPT 的账号的，麻烦帮我打一个 C 好了 ，AVC 的 C，我就知道你有了。哎呀，博云有嘛？哦，好啊，不是这个是啊，对，好，很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拿来用就好啦。很好。来，你进来之后，首先其实因为大家会 ChatAI，所以在这里应该很容易啦。左手边没有问题，就是我们讲的对话，啊，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一个新的对话，就从这边按一下。那现在其实它有增加一些功能在下方哈，因为我已经有登录了，啊，有登录了，所以我从这边，它包括有没有这些设定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资料。如果你要做汇入汇出啊，汇出的部分在这边，那如果你要管理你共享的，也在这里。不过它最近有增加一个功能，是以前的付费功能。也就是说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跟各位提到，诶，你今天在产生一个新的对话的时候，我们用 AI 很重要的要怎么样？要让它做所谓的角色的扮演，对不对？角色的扮演，那你来这边直接点是一个方式。可是你每一个对话都要告诉他，就有点累。那么我们现在 ChatGPT 呢，有增加一个功能，就是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顺便学一下新的东西。有没有叫 Custom Introduction 啊？哦，就是客制化的介绍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啊，你今天我常常就是应该说你。每次都要告诉他你是什么角色。如果你平常假设以我来，我就是一个老师，然后我常常是需要生成这些教学文章，那我每次都要告诉他我的背景是什么，我的专长，我有做哪些事情，是不是有点麻烦？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写在里面。哎，我问一下大家，请问你们都有这个功能吗？应该都有吧。没有，有的帮我按 A B C D 的 D 好的，猪，应该都有嘛哈，应该你们的都升级了吧？它应该没有那个差别待遇才对。好，有，好，太好了，好，所以你点进来之后，你看，我现在就告诉他，哎，这里它上面这里有一个，就是我的那个预设的，还有我比较常用的，你看在这里就是。How would you like to 就是 respond 的，你要怎么回答？好，所以你看，我告诉他，我是一个电脑讲师啊，怎么怎么怎么事情，那我有用过哪些东西啊？我的身份啊，我的另一个工作是什么？有没有？啊，我有什么兴趣？这个就等同就是好像我在部落格上做自我介绍一样的。那我要他就是。回答的时候，哦，我请他，哎，你尽量用严谨正式的方式回答啦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尽量可以回答完整的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你存档了，即使我没有告诉他我的身份是什么，他也会依照
刚刚里面所描述的，比如说，你看哦，假设我就告诉他，我现在要规划一个简报制作课程的大纲，麻烦你帮我列出5个相关的主题，并且帮我列出3个子项目。好，那我就这里。平常如果你没有加上那些提示的话，当然，我乐意帮助你设计简报制作课程的大好，我纲。这里有开语音，有没以有？好下好，是五我先个把项。它关掉。好，那你看哦，有没有？它是不是帮我列出来了？但是它会根据这个，它会根据我里面的，哦，它里面的。会尽量有一些是符合这一块的，这里这一次的好像没有太多，还好，比较看不太出来。可能可以再试一下，因为我之前试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他会特别说，可以适合你，比如说教学上啊，或者什么样去使用。好，没有关系哈，就是那个部分有机会你可以自己试，啊，如果没有的，你就是在这边一样。就跟他讲，请你扮演什么角色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介绍完它的新功能之后，我们看一下下面这边，你应该有发现你们的跟我这里好像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没有这一列，没有这个语音输入，也没有这个，也没有就是即时查询。好，因为呢，这个是透过外挂，好，透过外挂，你看我们的上面这里。在那个 ChatGPT 的上面，是不是有分3.5跟4？这个就是要升级哈，因为它现在付费的是1个月20块美金嘛。我看一下啊，对，20块美金哈。所以说，如果没有，你可以透过外挂来生成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你在这边没有用也没差啦，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我刚刚有讲嘛，就是 Windows 11也有语音输入，你不见得要用外挂。那如果你需要连上网络，你用 Chat Everywhere 就好了。它这边只是多了一个可以帮你查询出来的结果念出来，这样。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我们简报喽。刚刚我们不是说啊，糟糕，我要影片没时间看，请你帮我摘要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没有摘要给我。现在我们来搭配一个外挂程式。好，那这个外挂程式就是属于 Chat GPT 的，所以。你可以从这边，好，来，我把这个网址给大家，你可以把它打开。好，打开之后呢，你就进到它的官方网站喽。那这里呢，是一个浏览器的扩充工具，所以你可以帮我依照你自己用的浏览器，好，你是火狐的还是？微软的 Edge 还是 Google Chrome 都可以，你就把按下加进去。那加进去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你们家的那个扩充工具应该会多一个，所以你常常会看到我的右上角，我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颗，不见了，跑到旁边去了，再拿回来。有一颗就是它，就是这一颗，好不好？麻烦大家，你帮我。把这个扩充工具装起来，因为这个工具它会自动跟你的 ChatGPT 这边的账号做结合，你不需要特别怎么样，特别去用什么 API key 哦，都不用，它只需要就是你有那个就好。来，我把它盯选在上面好了，来这样，好，在这里有没有？你加，我按右键看一下它的选项，好，进来。你进来之后，大概会有这个。那我们告诉他，我不要用 key 的方式哈，因为这个你还要进去他的那个页面设定找。我们就直接利用你刚刚所登录的 ChatGPT 的账号来做就好了。所以你有摘要网页、摘要影片，它会自动把那个内容放到我们刚刚的 ChatGPT 里面。
变成一个对话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么你可以选择哈，就是它的触发的方式，预设是总是，也就是说呢，你只要打开一个不管是网页还是影片，它就自动帮你做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不是每个页面都需要哈，所以我都会把它改成手动就好了。我需要你的时候，我再点它就好了。反正它就是那一颗图会自动在网页的右手边，这样基本的设定 OK 吗？有没有？来，我们问一下，如果你这个扩充工具已经装好的，麻烦你帮我按个，我们刚刚已经到3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的，好，加五。来，如果你已经把它装起来，那么设定的部分，像我刚刚讲的，哎，你就用第一个预设值，然后呢，触发模式把它改变一下。因为让他每次都进来都做哈，有点浪费资源了。哎，AI 也很烧钱呢，还很烧水，浪费水资源。OK，好，大家都有了哈。那我们来看哦，现在你可以把它关起来，没关系哈。好，现在如果你是网页的，一样你可以按这里，你看有中文哦，有没有？你可以马上请他摘要，或者请他帮你做问答，对不对？或者重要的重点把它拿出来，都有。好，那但是这个我就不用了哈，我就直接打开我们刚刚的影片就好了。来，我看一下影片，好，在这里进来。好，那你的影片进来了之后，它会出现在现哪里？在呢，我先带大家哈，在请下，哎，在右手边，有没有？在右手边，所以你可以来这里，请他，帮我生成总结，他就帮你看影片了。因为我这一部影片是有字幕的，所以他很轻松的就帮我抓到了，有没有？这样有很过分吗？不过我想，如果以后追剧你用这样做会好一点吗？追剧要亲自看才有那个 feel，对不对？追剧就不要用 AI 的，好吗？工作用 AI 就好了。我刚把那个网址给各位哈，如果你临时找不到有字幕的，就先暂时用我们家的，没关系啦。请问这样有没有生成出来的？你看他帮我产生所谓的摘要，然后把重点用条列式方式产生出来。那甚至呢，你如果有需要。你可以在这边，是不是有一个翻译？直接再做一个翻译，你可以拉开，有没有？如果内容比较多的话，然后呢，这个字幕你可以看一下，打开有没有？它还告诉你哦，这个字幕刚开始怎么样，一直下来，这样你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复制，完全不需要再从 YouTube 那边直接下载。好，那我就从上面哦，各位千万不要在那边拖哦。脱译的方式不行，上面是不是就有复制了？按一下，好的，我们就可以拿到这边了。好，刚刚文章重点第二个，那我们就再加一个大标题喽。二，好，这个我先把它贴进来。好，然后这个的话是用那个叫做 Glacier，叫做什么？Generity 好，Summary 好，我就是用这一个来帮我做摘要的。那我就给它一个标题，这个。OK，贴进来，然后过来了。那它预设这个是好像标题三，那我把它变标题二好了，两个井字号，这里两个井字号。有没有？这样就好啦，对不对啊？当然，那个影片还是要进来嘛，所以我们再把那个
YouTube 的网址贴进来。好，帮我砍入到里面。OK，好，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整理 YouTube 影片有没有变比较简单了？这样会不会用的？你可以先试看看，针对有字幕的会比较容易，啊，因为它其实是直接读字幕的内容。那如果没有字幕的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，看你要怎么处理。来，我们来问一下，看看大家，请问各位这样有成功吗？有成功的帮我按加六咯，我们的步骤越来越多了。哈哈，好，所以其实老实说，ChatGPT 的账号还是可以申请啊，只是如果你要一次大量申请，就是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大量申请哦，通常就比较容易会遇到障碍。那我就会比较建议大家，你就用 Chat AI 是很方便的。可是呢，像这种有一些外挂程式，好，来帮助我们。使用的话，可能你还是要有这个 ChatGPT 的账号会比较方便，因为 ChatGPT 毕竟它不是本尊，所以有那种外挂的相对比较少，都要由它自己开发。那么如果你本身已经是重度的 ChatGPT 使用者，好，那可能就是你可以考虑就是用付费的，其实它的一些。这种扩充工具蛮多的。好，有同学提到没有错，有些影片不能产生，对不对？你要先看一下它是不是没有字幕的，因为有可能它是没字幕的哦。有没有？还是你要把你的网址贴出来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，看看有人没成功是在哪里跌倒了。要不要？你要把那个网址贴出来，我们来试一下。你应该不会看不该看的吧？哦，有，好，来，你已经贴出来了哈。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，好了，看看为什么它让你伤心了。好，我们进到这边。好，纹身说书。Seven 白天到晚上，全天候开启，你甚对至无啊，法这个将。就是没有字幕的吧？没有提供啊？有没有注意到？也就是说，它没有真正的去怎么样，去产生。好，另外一个同学还有，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嗯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懒钱包，好，来看一下。哎，你们怎么都找那个没有提供字幕的？这样，影片上有字幕是那个直接压进去，你要找这里哦。所谓的字幕不是影片上有没有，而是下面这个地方哦。你们不要误会喽，是在这里哦。有没有？这个。所以你没有感觉到我的影片现在都有加字幕吗？啊，有 AI 加字幕还是有用的哈、哦。所以那个不是说它上面有字就叫有字幕哦，我赶快哈，因为这个字在 YouTube 里面，这个是纯文字，所以可以透过搜寻引擎去找到。那自然我们的这个 Clarity Summary 就可以帮你做。可是像这一种的，它就真的必须要去看，你了解吧？刚刚那个是他直接看字幕的，他是盲眼看影片，呵呵，这样清楚了哈，好吧？那我再补充一个，等一下我们就休息一下哈，就是来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下，他帮我们产生的这个字幕也好，或者是这些内容，如果你想要，比如说这里关键字是素文老师，那你可以把它 mark 起来，对不对？
啊，来这边直接设定它的样式，有没有？直接设定样式，这是一种方式。但是啊，有一个也蛮好玩的，可是不见得常常会用到啦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稍微介绍一下，就是在这边，你回去看我们这里有一个蛮特殊的，应该是我看一下哈，叫做哦，在这里，25页，你查一下，25页的第一个叫做行内注解。就是在一行里面，类似像我们刚刚这样反白做成关键字，可是这里有一个你要做这个动作，有一个东西需要用到一个符号，一个按键叫做反引号。有没有同学知道反引号在哪里？这样问好像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因为答案已经在这里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叫反引号，就是我们那个毛毛虫下面那一颗。那我们刚刚不是有用过这一颗吗？对不对？直的那个啊，那个叫做引言呐。好，可是这次的它不是上面哦，直的是上面的，但是这个反引号是在下面的，所以它就不用加 should，直接打就好了。那你只要先空一格，加上什么一个反引号，然后再到你要结束的后面再加一个反引号，它就会变了。哦，这个比较特殊一点点，我觉得，不见得你一定会用到，但是如果你觉得，有时候我想要偷懒，你可以这样做。你看哦，在这边，好，放大一点哈，这样，然后我就按一个空格，加上一个反引号，记得哦，不是单引号哦，是反引号哦，有没有？然后好，Oh Hi London 教室，我到最后结束这边，再加一个反引号，哎，有没有变了？这样了解吗？再做一次哦，Google Meet，先空一格，加一个反引号，在你要结束的地方子母画面，再加一个反引号，哎，这样就有了。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要标注重点，除了很视觉化的选起来，然后去设定，从这边有没有？你有点类似像这种底线。底色的功能，但是又不大一样，哦，这个是它比较特殊一点点的地方，好，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那我们就先休息，待会再来看这个没有字幕的怎么请 AI 帮帮忙。那我们再来整理到我们的 Notion 里面来，好吧？好。